多伦多 Midtown Young and Eglinton 社区住宅项目 Accra 隆重推出。它由35年历史的发展商 Curated Properties 负责。发展商希望这个项目可以提供新式生活体验，在市区环境之下加强住客和大自然的联系。Young and Eglinton 是 Midtown 的中心社区，那里有不少写字楼大厦之外，在那里的地铁一号线 Eglinton 站很快亦会成为双线交汇的铁路站。因为 Eglinton LRT 预计今年内通车，区内民众日后出行可以更加方便。由楼盘出发，行5分钟去到欣街，那里餐饮一应俱全。行9分钟到大型商场 Young Eglinton Centre， 里面有超市 Metro 在内的各种商铺。行多1分钟到 Eglinton 地铁站，揸车的话9分钟上到401高速公路，10分钟上 DVP 高速公路。项目楼高22层，总共有211伙单位。如果想知道更多资讯，欢迎联络宏基地产。